这么多天没开小挖机，我都快忘了我还有台小挖机。今天的这个活虽然没多少，但是非常的不好搞。电话中老板跟我说也就两三个小时，但是既然来都来了，中午饭总不能回家吃吧？这不得干个一上午啊！咱们今天的工作呢，就是把输送带下面这些掉下来的沙子全部给它清理干净。这里面空间特别的小，铲车进不来。 大挖机也进不来，所以只能用小挖机。你看这一抖抖挖出来的，这个都是人民币啊！老板说，如果正常生产的话，这样子两三个月就要清理一回。这个活我觉得，如果用微挖来干的话，肯定特别棒，因为它的挖机小，边边角角哪里都能清理得到。因为这里面空间比较小，连我这个小挖机在里面都要时刻小心，不要磕到碰到。 我们清理的沙子就往这后面甩，甩到一定程度，铲车就会过来清理。铲车这一抖，我至少得挖十多下才能把它堆得满。待在那个输送带下面，感觉太压抑了，我们出来透透气，让铲车进去铲两,两铲。随着我的逐步清理，这里慢慢的也显现出它的庐山真面目。里面清理的差不多，外面还有一条排水沟，我们也要装到外面，把这条排水沟给清理开来。 由于空间狭小，挖机现在站在这里根本不能动，左右移动的话就要撞屁股，所以只能把这些沙子往自己身下带，然后再往后面退，把这些沙子逐步逐步的往外盘。左右卡着不能随便转，头上还有电线又不能抬太高，精力高度集中，海陆空全面观察。像这种活，只有我这种细致的男人才能干得如此出色。 把里面清理的差不多，再把这旁边的沟也给清理开。视频的最后，来给大家看看已经清理好的样子。